哦，那这小男生是挺帅的，挺漂亮的，但是好久没打，技术也帅。哦，这么安静啊！这是这样的。啊，要我跟他们说，准备可以。那十九岁了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没有那个。对啊，你让他们休息休息，外面冻死了。你们单杆会约我们，我们四个对面一个。哎呀！
赢了吧？赢了。咱这个要讨论多一点。